但我不想带薄荷。你要不用带没关系啊。吹电机压好吧？对，吹电机压。想到了开心的事情。哎，我在二楼。阿飞学，阿飞学。我在摸，有点难过。阿飞学我女生，我真的会谢。挑战，你们加油。哇哦，长长哎，舒服。他不会来找我了。哇哦，他来小窝，他来小窝。他来这样忙你大法。他看到我走医院，他跟过来了。走正门，他走正门。抓猫咪，抓猫咪。他没有走医院，他可能想说抓我，我会进医院这样子。没事，我绕去废墟修。OK。为什么刚好不去抓猫咪啊？太难过了。没啊，没啊。你想要追猎啊？来，这人就撑着20秒，看你要不要。跟我比，他要裁判，跟我说一下，我可以帮你挑战。闪现10秒。哎，干！等一下，这怎么没钻不过去啊？完了，我要进医院了，糟糕！靠台板，闪现好了，又不动会慢。他是招我，我也觉得得慢。不过我觉得慢，糟糕，很可惜，在那边三人。除非要搞事啊，除非我要去搞事、啊。没事，我溜得动了、啊，很好呢。西区还没倒，我们已经在想要怎么救人。对，毕竟他厂长，好，我们还没搏命，就下一分接着。没事，我还可以再溜一分钟起跳。哎、欸，现在开始计算，你这样溜可能大门货三连了。他老板想休息我玩，我先把三板修开。行，四连。那个女神费我在修，不是那个叫什么？两百一串我在修。不让他抓我！哎、欸欸欸，我在这边。不闪现。哇，黑炭真的太胖了啦！那刀迷就可以躲了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抓你。你是不是一分钟溜不到？他不是有闪现吗？你不知道他闪现还是闪现？确定？一个香港人，八十，我医院也在多修了。嗯，能开直接开。我可以贴满，可以贴满。这很传送的。哎、欸，有一只娃娃去鸟笼。没啥，都来就来。直接开。哎，他投手，还抓我。我进女神。他不传娃娃啊，这个。我猜到我啊。厂长这只是送分美在那边追我不叫伞，看到船，啊也不船，这也好，他一定是闪现啊！厂长标配闪现的，那边假装有传送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他自己的娃娃，真不好意思哦，有娃娃了。没关系，继续走嘛。没关系，我只是做个样子而已。走了。完成，一定是闪现的啦。要配闪现的啦。超级毒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